前两天点我觉得不好吃，因为我觉得很粉，干干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年糕好像不是很年饼吧？年糕是我们，哎，年糕是什么时候吃的啊？我不太记得，年糕是什么？因为年糕是有跟那个地瓜一起，就是夹在一起，然后再裹粉，再拿去炸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讲说年糕的话，我不会把它归类为年饼。不过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比如说我喜欢吃东西，也不属于年饼类的。不过呀，就个人喜好吧。而且他讲到说这个年饼干干这样子的，也要讲到 OK， 因为新年的时候我们会吃很多这种饼干类啊、炸的这种年饼吧，所以就一定要多喝水。尤其是现在对于生病这个东西很敏感的时期来说呢，不可以乱生病，不然就很恐怖了。呀，就要多吃啊，避免自己发热期，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凹色啊等等这样子就不好了。对不对？所以好啦，就是等你继续来跟我分享啦。我在 DJX number 0169988889，最爱的甜品是什么呢？接下来有资讯拿回来呢，就明天 Yes and Come 先。大马知名导演秋岛周星源拍摄最新贺岁电影《真爱好吗》回归大荧幕，以母爱为故事主轴，电影。